山东鲁北集团公司是一家大型机械制造企业，位于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开发区。公司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便利，地处北京、天津、济南、石家庄等大中城市构成的三角地带中心，北距北京300公里，天津200公里，西距石家庄240公里，南距济南120公里，距京沪铁路40公里，京福高速公路25公里，德滨高速、省道249线、313线、314线从我县穿境而过，公路四通八达。集团下设山东鲁北电子恒器有限公司、新疆鲁北电子恒器有限公司、南宁鲁北电子恒器、德州群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，主要生产电子称重设备、废料打包机及垃圾压缩设备等环保机械。我公司自成立以来，连续获得德州市先进单位、首合同重信用企业、中国政府采购首选品牌、机械制造协会先进单位、全国环卫工程建设重点推荐产品等多项相关证书。我公司生产的产品销售覆盖全国各地，主要销往新疆、内蒙、东北三省、广西、贵州、云南、河北、河南等全国20多个省市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部分产品还远销欧洲、美洲、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。公司在新疆、南宁、四川及东北三省等设有12个办事处。公司自成立以来，坚持意识超前、诚信待人、求实创新、精益求精的经营理念，依托科学高效的管理方法、先进的技术装备、强大的产品开发和生产能力、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，实现了企业产值、利税、成几何级倍增，创造了跳跃式发展的新模式，从而一跃成为全国恒器生产企业及垃圾压缩设备的龙头企业。展望未来，鲁北人更是豪情满怀，把握机遇，以人为本，广纳四方英才，铸就一支高素质的团队，坚持客户第一、质量第一、诚信第一、效率第一的经营原则。公司以人为本，持续完善，追求卓越，勇创新高的企业精神，以意识超前、永续经营、追求完美、服务真诚的经营理念，以高标准、零缺陷、做精品、创品牌的质量方针，不断提高产品质量，完善服务体系建设，以一流的品质、一流的服务、一流的信誉回报广大用户，让世界了解鲁北，让鲁北走向世界。一，全数字汽车恒，该产品采用全自动数控焊接设备、大型抛完涂装流水线、数字化精中工装备及精确的检测设备，并结合现代微电子技术，从而保证了整台设备的强度、精度与可操作性，并能实现多台电脑联机与无人值守操作。二，废料打包机，该产品主要用于废纸、废塑料、易拉罐、废金属等物料的压缩打包，主机采用国标材质原材料现代化自动焊接工艺进行焊接，主机强度高、抗压力强，液压动力等均采用国家标准，整机采用 PLC 人机交互界面自动控制程序。该产品在行业内率先推出低噪音、节能等变频系统，整机性能稳定、安全高效。三，垃圾压缩设备，该产品可以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定制，主要分为移动式、垂直式、地埋式、水平式及二道坡垃圾压缩设备，所有产品均采用现代化焊接工艺，国内先进的全自动液压技术，设计精良，性能高效，适用于乡镇街道、小区、公园以及大型商场、医院的垃圾处理。